但是你，我跟你说会有很大收获，就是你体验到，就是你得感同身受了，然后你就会特别的紧张的，虽然你现在已经不听了，我要负责任，我要就是为家庭做贡献，送钱了，这是干嘛的？对，这是帮宝宝的那个保温的，是吧？妈呀！大哥第一个，什么？坚持住四级，感觉可能八级，感觉你我的十五级，我只要说我们二太可惜了啊，真的不是猫不就点有什么为什么你不要乱说话，我来踩中间，我来踩中间，不要乱说话哈。我现在在练拳，我现在在练习玩的。强壮身体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这怎么跳呀？强壮身体。你在打球？马上六级，不是我，快！拍拍腰，救命！加油！等一下啊，阿姨，我给你们调一下撩蚊的角度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拿起来吧。马上我们拿起来，拿一下。这是。马上六级了，马上六级了。然后六级了，学会升的好慢啊！要玩。强壮身体。你们不会有那个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
好震动，啊，我感觉我的两片肉都混在一起了。追不散岁月留下的眼泪换不回，真的就已经成灰，结局谁来写，写不完爱恨缠绵，徒我孤影自怜，只盼有几遍。都结束了，都成功了，你喊麦比吧，可以吗？我天，他这是山东话读出来了，说实话，确实是。师傅，走。做什么？那不能是什么吗？向上全光。